小贝贝，听说德基做大性能极好，在一月千里，哪里哪里？说起来，这马还是曹老板送的，做大当然很重要的。选得九立四方，靠！你不会要不九立做大啊？快说快说！我家中的练做大，来自山东蓝翔，不管什么练的地方，驰骋都很奔放。完全环保的机动，人脑操控的系统，方便快捷无污染，直接就能启动。不做手为人力车，别敢拿出来跑。这难道有哪门子就能算是一辆轿车？找人推车不好用，但是他总得发工资。小心以后你的就是基本面破产工资。我喜欢喜欢云腾的做大名字叫日购，集上日购日经建立，急需逐平路，当年云腾建立群星。多亏此做大，国力果断斩以变将，都不在话下。说出这种话，真不愧是你刘玄德，良心不被奉马，这马还是我送的。虽然我没能劝服他，骑马奔将转帮就犯。你再说什么，也是我刘天罡。我的这马过来威风，别即刻别怕。前几天说坏了做大，紧急和别看，不仅宽敞，舒适去捉住的特别快。这做大跑起来速度超过300迈，这种低级谎言也就你才会相信。别的智商这有的都没人让进，早就说了这种事情你得当心。现在这样属实让我有点伤心。孙权他就没有做大，直接自己走，随心所欲去哪里都非常自由。不过是没有车，你能不能别搭？但体验非常可，你不服不行啊！就凭他的身体，别走不着几公里。既然这么虚，为何不动个坐骑？我叫他再准去买辆车，难道不行？你给我快问，真不知道他是因为穷。那你倒是说说，谁我才是好做大？好做大的，颜值上乘。大哥轻松，刚才说到了智库，他不有车叫智库，那智库干做伤感，不定当挂非常酷。搭摄像头直四雷达一通奖励的辅助，还有名门平台摩托挂领先技术，所以第三代他不得指六，驾驶操控非常溜，最近还好三个字中驾驶霸气特逗，搭载巡迹到车空能这很秀，新时代全球智慧做大人真不服。感知还有他不但狗野性非常可怜的猪，只能自居到山国海无闲服。以上三台神车都是国产发布，还有多款老车让你驾驶很舒服。你可得让我说句话行不行？啊，你要说啥？闭嘴，我全都有，专为我的蜀汉大军。